打机啦，打机啦，睇打机就要睇打歌。今日咧，我哋咧就玩一只经典嘅 game，不过咧佢就系个手机嘅复刻版，就系呢一只《剑侠情缘阿卢》嘅。我哋一齐听下个主题曲先啦。都只为你，请求你我画地为由，让你慢慢的变老。变出你的好。好啊，听完一个咁好听嘅歌之后咧，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即刻入去玩翻先啦，进入江湖。系咪我已经创咗角噶啦？啊，你咧咁咧，照旧咧都系有唔同嘅门派：天王、少林、唐门、五毒、峨眉、翠烟、天隐、丐帮啊、武当、昆仑，我就拣咗天。我都是天王嚟啊嘛，系嘛？啊，即刻入去睇睇啦！请求你画的唯有，好中意画的唯有。好啦，咁咧就已经入到嚟噶啦，咁咧就你见到啦，你见我骑住匹马啊，咁你见到呢个画面咧都系非常之怀旧噶，即系回顾翻好耐以前，重拾翻你好耐以前玩 PC game 嗰种情怀啊！我哋睇你点啊！我哋做下啲新手任先啦，同天王将领交谈啊，交谈啊！天王将领本帮帮众，遍布两湖，人多势大，天下人冇人敢睇小我哋嘅。了解下先，本门路线分为枪天王同取天王两个路线嘅。枪天王招数二连击，令对手难以甩脱啊！取天王咧伤害高，单人作战能力强。我不嬲都系单打独斗啦，我拣取，即刻冲落去，摁噶，棍棍，你一取又可以咁啊，坑到只猪变色，哇，有，哇，我轻功跳起，呀，嗱，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呢个系统，咩叫五行相生呢？睇你周身嘅装备系咪都有五行属性啊？唔同部位装备五行属性，如果符合五行相生嘅原理，就可以启动额外嘅属性，大大增强战斗能力。嗱，呢个装备五行启动嘅规则，即系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我知啊。五行嘅启动分为外五行同内五行嘅，启动嘅装备咧越多咧，获得嘅属性系越多。我就同大家讲下啲属性啦，嗱，你见到啊，金生水，你见到啦，嗰、那个水嗰度啊，金生水咁啊启动到啦，跟住咧隔篱嗰个又水生木，咁样你就要自己谂办法去搞，明唔明？好，硬啊！今时唔同往日啦，已经装备咗好多神兵利器，食屎呢班契弟。木属性打到你变猪头啦！我系金啊，我专黑木嘅傻仔啊！你就揾呢啲嚟打有数，金打木，你睇扣得特别多，系咁会心，你有冇见啊？硬啊！火黑金啊！你睇打落去，你睇会心得二百几，你有冇见啊？呢个就系属性相克嗰个道理。金黑木俾你睇一次，属性相克咧，拗几嘢即死。嗱，打火啊，睇你啊，嗱，啊最多二百几嘢，呢、這个就系五行嘅道理，所以你唔可以乱玩。好啦，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已经升到咧，啊，兵甲值六万几啊，六十几级噶啦，嗱，咁咧我就开咗一个叫达姐姐。试下点样全攻先，抵啊！可以练玉女心经两个，阿哥同达姐姐一齐练，哇！咁样可以加经验值喎，你睇全攻，哇！加好多啊！我哋打咩好咧？试下咩柳呢个最渣咩妙鱼？喂，呢个就系妙鱼啊 ，boss。试下打死佢，睇下打唔打死。吔屎啊！妙如屈，有冇咩野外首领语言？成我未死啊嘛？哇！佢系火属性，屈。
低 B 秒俾佢秒杀。好啦，由于啱啱打唔赢啊，时间关系，我已经升到199呢啦。啊，我已经入咗精神时间咯。妙如今时唔同往日啦，食屎啊你！哇，佛都有火呀，佢哋嘅一只黐孖筋疯狂升咧，我啊唔信打你唔死啊！咩妙如够打啦啩？妙如识百次，唔好讲咁多，我哋已经升够咧，我哋打呢个咩黄金首领。我哋金，我哋金啊黑木嘅，打呢个蓝依依，蓝依依食屎啊！同你只抽，哇黐孖筋，劲到癫啊！黐线，我哋系莫高窟啊，终极挑战呢、这个咩莫依依？有金钟罩。顶一顶先，补一补血，拉打下。如果冇开金钟罩，系冇可能打死。阿哥，走啦，补一补血。啊，好，金钟罩，冲埋。阿哥，食屎啊你！惯噶，低啦。好，我而家决定双开一起打死佢，同埋达姐姐一起。好啦，万事俱备，佢系咪会跟住我？冇错，一起上啊！达姐姐，低 B 达姐姐已死，两个人双开，好好玩。而家谂起以前细个就会有做呢啲咁样，一个冇朋友开几个 AC 一起打。食屎啊！如果今次叫埋达姐姐都搞你唔掂，仲得了？达姐姐翻嚟啦，再上双剑合璧啦！啊个，我超我超我低能咧，试多次唔得啊！算哇，黐孖筋，达姐姐香咗啦已经，啊个。我而家你记唔记得我扣唔入嗰个 boss 出大法嘅拉打咯，傻猪 B 冲埋入切，硬嘅金钟罩第九重，呵，走啦！佢一出呢招，你未回够血，你就即刻走啦！呵，硬嘅，好，陈日大姐姐嚟到。忍耐啫，哇！佢呢一招一嘢死真系搞唔掂，好咯，真系黐孖筋。好啦，今日嘅介绍呢个游戏都差唔多啊，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咧，呢个玩翻之后咧就觉得好有以前嗰啲情怀咯，无论系难度又好啊，各方面佢真系好考你团体，亦都考你智慧啦，你五行属性咁样点样去匹配啊，或者点都几过瘾啦。跟住同埋今次开，即系令我重拾翻啊，以前有时都会咁样双开 AC 咁样打咧，我都觉得几过瘾，几趣致。达哥，我话达姐姐双剑合璧，吓、啊。这个啊，这个啊，玉女送心剑，可惜啊，我哋未能成功打死 boss。如果真系叫晒一扎有啊围殴呢个 boss， 可能就有机会赢下咯，系嘛？不过都几有趣啊，我自己感觉就系、是，只 game 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、模式啊，系嘛？咁啊，简单得嚟咧，又有啲奥妙喺度咯。咁啊，好多嘢俾你玩，好多嘢俾你试，唔错啊！中意嘅话，你都可以 download 落嚟玩啊！一起试下呢个《剑侠情缘》R 咧，系咁先啦，完。